很开心可以来到咱的梅林家哈，一年一度的节电宣导特别来讲梅林甲乌山家哈，所以决定伫咧今日这个日子伫咧梅林福田宫的广场进行者哈，来举办着咱的公仔彩绘咱的节电宣导的活动哈，会使予咱大家拢知影讲伫咧这热热天。会使讲咱节能省电的重要哈，就是讲咱出门的时阵吼，咱来留下思考嘛，咱的冷气有关无？咱所有电费有关无？吼，会使养成好的习惯，安尼啊，咱的用电愈少，咱的电钱啊，就会愈少，咱嘛是借着这个机会吼，会使来这办公仔彩绘活动，会使予咱梅林咱这乡亲，大家拢总会使来这吼。